肖战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爹系男友。已经30岁的他，对杨紫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耐心，着实让网友们感到羡慕。其实肖战从出道到现在一直都很艰难，26岁选择踏入娱乐圈，所遭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。肖战毕竟不是科班出身，演技也还没有被磨练出来，但是肖战用自己的努力打消了这些人的顾虑。近日，肖战和杨紫正在一起合作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不少网友表示戏外互动比戏内更甜蜜。肖战杨紫是流露出的那种宠溺的眼神，能让人看出肖战的心已经悄悄飞向了小猴子。毕竟谁会不爱一个甜美可爱的妹妹呢？其实肖战和杨紫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大家都希望 CP 能成真。有一段视频的流出，让网友们深刻体会到肖战曾在采访中提到要扮演杨紫父亲的原因。原来贪吃的杨紫有一次在片场偷偷溜出去偷吃的，结果被肖战抓住了。肖战在片场就像个老父亲，唠叨着妹妹吃饭为什么不带她，有点搞笑，网友都忍不住太甜了。那么你们磕到肖战和杨紫了吗？欢迎留下评论。